前男友甩了我去抱富婆大腿，我看着他晒在朋友圈的照片，晒干了沉默。这女人不是我后妈吗？乔然和我分手都是在微信上提的。老实说，我没什么感觉。跟他谈恋爱三个月，他不是在陪富婆喝酒，就是在陪富婆摇头子。我从起初的伤心，到后来的麻木，再到现在的笑着祝福。或许是我表现的太洒脱。乔然在我回复好的后。 居然没把我拉黑。半分钟以后，他回我：“最后一次借我五百块钱。”乔然给我发语音：“周笑笑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告诉你，婷姐是本市首富的老婆，这首富现在刚死没多久，等财产公证以后，婷姐就是整个市最有钱的人。”我不耐烦的回他：“那你去找他要钱。”乔然回消息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快：“你先借我五百，我去买个高仿 LV 限量款包哄他开心。” 等我跟他结婚，给你发个大红包。我骂了句神经病，点乔然的头像，准备把他拉黑，却一不小心瞥见他更新的朋友圈动态：往后余生都是你。跟乔然谈恋爱三个月，他从来没有在朋友圈公开过我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么土味的文案下配着一张合照，背景是海边，人物只有两个，一个是我那快半个月没见面的前男友，还有一个。 是自打进了我家的门，我就没见过的后妈，徐梦婷是半年前嫁给我爸的。不过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家出走，所以她不知道我，但我却见过她。照片时间是三天前，地点是国外某海滩。而我爸刚死没几天，葬礼还在一周以后。本着继续观察乔然朋友圈的想法，我没删他好友。我跟乔然是在酒吧兼职的时候认识的，当初以为他是热爱生活的帅哥。 后来发现他热爱的只是富婆的生活，所以他提分手我倒也干脆。虽然被甩了，但生活还是要过。下午我补了一觉，晚上继续去酒吧兼职。正忙着呢，突然见乔然被簇拥着，像只花蝴蝶似的往门口走。一个陪酒的小姑娘凑上去谄媚道：“婷姐又来接你啦。”乔然昂着下巴瞥了我一眼，故意放大声音：“是呀。” 婷姐今晚要带我去海天盛筵，一顿饭八万起。一阵唏嘘后，小姑娘舔着笑脸：“乔哥，我帮你拎包，以后发达了回来照服照服我们呗。”乔然笑了，好说。他的眼神一转，突然指了指在角落里装鹌鹑的我：“让周笑笑给我拎包吧。”所谓拎包，就是把客人送到门口。乔然从钱包里抽出一千块，这是小费。我拒绝的话戛然而止。 脸上浮现笑容，好啊！乔然嗤笑了声，鄙夷的神色尽显。我刚把乔然送到门口，一辆银色的劳斯莱斯就在酒吧门口停下。驾驶座上，一个三十余岁的女人摘下墨镜，甩了甩波浪长发。老实说，徐梦婷长得不错，再加上强大的超能力，的确是乔然高攀了。上车吧，徐梦婷说，睨了我一眼。她是谁？乔然对她热络的笑着。 坐在副驾驶，得意地冲我扬眉，一个拎包小妹，不用管她，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温柔的语气听得我掉了一地鸡皮疙瘩。不过这辆车怎么这么眼熟呢？我站在原地盯着车子看了会儿，乔然却误解了我的意思，大声嘲笑道：“周笑笑，别看了，你再看你也买不起。我记得这辆车售价三千万，按照我现在一个月一万二的工资，的确买不起。”两人嘲笑着扬长而去。 扬起的尘土飞了我一脸，我咳嗽了两声，突然记起来为什么这车这么眼熟。思索半秒，我掏出手机。警察叔叔，我家的车被偷了，是一辆银色的劳斯莱斯，车牌号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。警察局里，我和乔然、徐梦婷两人面面相觑。乔然站在旁边，看见我后眼睛都瞪大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没说话。张警官指了指我。 问你说那辆劳斯莱斯是你的？话音刚落，乔然夸张的大叫：“怎么可能？周笑笑就是个穷逼，他能买得起劳斯莱斯？”警察先生，他就是穷疯了，你别听他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是我的。徐梦婷终于舍得抬头看我一眼，她皱起眉头，嗤笑道：“小姑娘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知道得罪我的人是什么下场吗？”他以为我是来碰瓷的。 说这句话想让我知难而退，但我和他的目光缓缓对上，反问：“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”很显然，徐梦婷不知道。乔然狗腿子似的在旁边介绍：“她叫周笑笑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老跟在我后头转的女的，可烦人了。”徐梦婷笑了：“原来是这样，那这么说，今天的警是你报的了？”我点头：“是我。”徐梦婷轻蔑地看着我：“听说人穷久了。” 就会憋出一些毛病。以前我还不信，现在看了周小姐，我倒是大开眼界。他说着，从 LV 钱包里抽出一千块钱，摔在我面前。只要你给我道个歉，小姑娘，这些就都是你的了。我盯着他手里的钱包看。徐梦婷顺着我的视线，拿起手里的包，脸上的厌恶都快化为实质性了。原来是看上这个包了。我没说话，只是顺着他的动作。 将包三百六十五度无死角地观察了一圈，徐梦婷打定主意，我是乔然的舔狗，故意气我似的。这包是乔然送的，我虽看不上，但好歹是他的心意。你要是喜欢，他在我面前绕了一圈，喜欢也不给你。我很无语，心中却确信了，淡淡地收回目光。张警官去而复返，乔然不耐烦地问：“怎么样，车主，你们调查清楚没？可以放我们走了吗？” 张警官点点头，调查清楚了。徐梦婷微笑着起身，理了理自己的裙子褶皱，满脸轻蔑。张警官拿出证明，说道：“劳斯莱斯登记证书上显示的名字是周笑笑，你们谁是周笑笑？”徐梦婷和乔然满脸错愕。我站出来，是我，麻烦你了，张警官。张警官点点头，朝我笑了笑：“没事，车钥匙给你。” 前后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，价值三千万的银色劳斯莱斯车钥匙就被交到了我的手里。他们俩也终于回神。徐梦婷震惊道：“怎么会？”她的眉头狠狠皱起，上下打量着我。“你说你叫周笑笑？”“是啊，阿姨。”徐梦婷也不过才比我大七岁。如果别人敢叫她阿姨，她早就一个大逼斗过来了。但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恍然大悟：“周笑笑姓周。” 你是周雄的女儿，周雄是我刚死没多久的爸，也就是本市的首富。我笑了笑，在我意味不明的笑容当中，我看见乔然像是被雷劈似的，满脸震惊地看着我俩。说起来，我是周雄的女儿，徐梦婷是周雄的老婆，那徐梦婷就是我后妈。她绿了周雄的女儿，和周雄的老婆搞在一起。车钥匙拿回来以后，我就起身离开。临走之前。 我欲言又止，指了指徐梦婷的包，说道：“劝你去鉴定一下，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你这包是假的。”徐梦婷瞪着乔然，把包甩在他身上，怎么回事？乔然慌忙解释：“这包是真的，你信我。就算周笑笑是她女儿，可是她懂什么奢侈品？”他说着，拽住我的手不让我离开。周笑笑，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你是周雄的女儿？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“我和我爸关系不好。” 这是整世人尽皆知的事。我十八岁就不再向家里要钱，去年的时候更是直接从周家搬出来。我既然都打算和周家划清界限了，自然不可能到处宣扬。但是，我划清界限是我的事，可如果有谁打周家家产的主意，我绝对不允许。我把劳斯莱斯停在了租房的小区车库，第二天去酒吧上班，乔然把我堵在了门口。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像是要把我吃了。你这女人真恶心，居然敢告诉他我买的包是假的！你是不是故意想让他厌恶我？我没什么表情的哦了声，实话实说而已。乔然冷笑，那就让你失望了。我跟他是真爱，绝对不可能因为这件小事分手的。一个二十二岁的男人跟一个二十九岁死了老公的少妇是真爱，这话说出来，乔然是怎么忍住不笑的？我反正是笑了。 祝你们百年好合。说完，我又提醒了句：“希望你嫁过去以后，喜当爹的时候也能这么信誓旦旦。”徐梦婷还有一个五岁的儿子，乔然，他简直恨不得杀了我。法治社会救了我的命。乔然恶狠狠地说：“周笑笑，你别得意，就算你是周雄的女儿又如何？他活着的时候你都不受待见，死了就更没办法护着你了。等婷姐和她儿子继承遗产后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。” 我又被他这话给逗笑了。谁跟你说我不受待见的？乔然反唇相讥：“你别虚张声势。你要是受待见，他会放任你在这种地方工作？你当他是让你出来体验生活呢？”我爸的确不是让我来体验生活。我跟他吵架也是真吵啊，这我没办法反驳。见我沉默了，乔然做恶心起，突然冲着酒吧里的其他人嚷嚷道：“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周笑笑意淫自己是首富周雄的女儿。” 说自己是流落民间的公主，哎，何必呢？得罪我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他的话音刚落，众人纷纷出口嘲笑我。我拿着手机站在门口，亮起的屏幕上是三十分钟前刚发的短信。下一刻，几辆黑色的卡宴在酒吧门口停下，清一色黑西装的保镖从车上下来，为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笔挺的西装，巨傲的神情。 只是看见我时，他转而恭敬，大小姐，我来接您回家。周家别墅的客厅里，徐梦婷抱着五岁的男孩，警惕地看着我。我扫了一眼男孩，他都这么大了，叫什么名字？男孩冲我翻了个白眼，我才不告诉你，坏女人。跟在我身后的管家皱起眉头，徐梦婷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什么呢？这是姐姐。男孩说。 我才是爸爸唯一的孩子，我才没有姐姐呢，我根本不认识他。徐梦婷把男孩交给保姆，继而朝我歉意地笑了笑。她平时骄纵惯了，不是故意顶撞你的。笑笑，你不介意吧？我朝她笑了笑，觉得这后妈真是蠢货，这种小绿茶的本事，也就骗骗我那个色鬼父亲。徐梦婷也对我笑，等她笑完，我说介意呀。徐梦婷笑容一凝。 不过你才嫁给我爸半年，周浩却五岁了。想来之前一直都是你在教育，做了五年的私生子，脾性难免怪异了些。我不跟他计较。我说完，徐梦婷脸上的表情终于挂不住了，她也不再跟我虚与委蛇，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：“你得意什么？周雄都死了，我还怕他女儿不成？现在周家是我当家做主，我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似的。”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 我爸葬礼那天下了很大的雨，作为他唯一的女儿，我穿着黑色的长裙，有保镖打着伞，面无表情地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。徐梦婷倒是哭得情真意切，一转头对上我冷然的神色，她像是抓到什么把柄似的指责我：“周笑笑，你爸生前对你那么好，他死了你一滴眼泪都没掉，你没有心的吗？”其他人都怪异莫名的看着我，我不但没哭，反而笑了。对呀。 我没有心，他死了，我很高兴。这番话可谓惊世骇俗，我却觉得内心畅快，伞也不打了，转身融进雨里。你不要命了吗？一道气急败坏的男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回过神，一辆车从我面前疾驰而过。刚才要不是他拉着我，这会儿我可能已经跟我爸会合了。雨幕下，我看清拽着我的人是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。 虽然身上穿着廉价的衬衫，可气质干净，长相也很出挑。他把我带回他家，是个不到二十平的小出租屋，收拾得很干净，但仍是难掩发霉的气味和破败的环境。他给我拿了干净的衬衫，又煮了姜糖水。我抱着温暖的水杯，水汽氤氲的我眼前模糊一片。男人在我对面坐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回答：周笑笑。他挑了挑眉，继续问我。 还记得自己家在哪吗？我放下水杯，合理怀疑对面的男人把我当成有精神问题从家里跑出来的智障。我无语了半天，说记得。他点点头，起身说道：“喝完了，我送你回去。”我稳如泰山，一动不动，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我爸死了，我男朋友把我绿了，跟我后妈在一起了。我面无表情的陈述，摊手无奈道：“不想回那个家。” 男人隐忍了半天，终于笑出声。他咳嗽了声：“那你挺惨的。”“是啊，要不然你收留我两天。”他又开始皱眉了。我赶紧说：“就两天，两天就好。”他最终还是妥协，拿着我湿哒哒的衣服扔进洗衣机。进浴室前，只丢下一句：“我叫颜墨。”这个叫颜墨的男人实在话少。我俩各自吃完外卖就睡觉了。我睡床。 他就缩在一米多长的沙发上，等我醒过来，他已经去工地了。严墨在工地搬砖，做最苦的工作，拿最低的工资。我看着他留下来的纸条，思索三秒，拿起车钥匙出门。日头正晒，我打了把伞。现在是中午，大部分工人都在吃路边的廉价盒饭。我拎着精心准备的午餐去找严墨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，打听了一下，严墨正在办公室。 所谓的办公室也不过是个临时搭建的小屋，但好在里面有空调。正准备敲门，里面却传来骂声：“这么点小事办了这么久，颜末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是上面卡审批文件，我也没办法。别跟我找借口，能干就干，干不了滚蛋。”颜末不说话了。粗粝的男生又问：“对了，上次监工的女儿说要请你吃个饭。”颜末这次倒是利索：“我不去。” 你有什么资格拒绝？别说请你吃饭，就是吃了你，你也没资格拒绝。这话听得我忍不住笑出声。粗嘎男生打开门质问：“你谁呀？偷听我们说话？”我无辜的拎着饭盒说：“我来给言默送饭的。”对方脸色难看的像是要吃了我。言默惊讶的看着我，下意识把我护在身后。又是你，言默，赶紧带着这个女人给我滚！言默很听话的要滚。 我却纹丝不动。他见我打量着办公室，低声问我怎么了。我指了指办公室，里面有空调。说完，我拉着他，一边往里面走，一边说：“外面那么热，先进来把饭吃了。”刚坐在椅子上的男人转身就看见我和颜默，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愤怒起来：“谁允许你们进来的？”我打开饭盒，香气四溢。转头见他赶我们走，我拿出手机。 问他：“这是周家的房地产公司开发项目吧？”等他点头后，我拨通了管家的电话，递给他。男人疑惑地接过去，听见管家的吩咐，他脸色顿时变了。我问他：“现在我们能在这里吃午饭了吗？”他点头哈腰：“当然能，大小姐，我替你们把门关上。”临走前，还给了言默一个加油的手势。在言默家待了两天后，我准备离开。 临走前，我邀请他去酒吧喝酒，就当是感谢他这两天的收留。我俩开了个卡座，沉默地喝酒。过了很久，言默似乎有点醉，他看着我，没头没脑的问了句：“周笑笑，你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？”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从半年前就开始跟踪我，偶尔会出现在我家附近，但是却从不靠近。言默说完，我咂巴了下嘴：“你挺敏锐的吗？”他摇了摇头。 说，搞不懂你们这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都在想什么。我支着下巴，认真地看着他，叹了口气。言默，你是个很善良的男人。他家境困难，却仍会联系路边的野猫，身在泥泞，心向朝阳。看见他，我时常会迷茫，甚至不忍。周笑笑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自己不也出来找男人了吗？不合时宜地响起一道气急败坏的声音。 乔然像是捉奸的武大郎似的，气势汹汹的一把拎过言默的衣领，没拎动。言默比他高，身材也比他结实。乔然又气愤地甩开他的衣领，指着我鼻子骂：“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不安分。”言默皱眉问我：“他是谁？”我笑了笑：“一条疯狗。”乔然简直要气死了，吵嚷着我是什么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看起来像是要打死我。好在言默护在我前面。 乔然忌惮他，不敢动手。我们喧闹的动静引来好些人看戏。过了没多久，徐梦婷居然过来了。过来就算了，她的身边还跟着另外一个清秀漂亮的少年，比乔然更帅更年轻。我顿时悟了，看好戏似的看着乔然。原来你被甩了呀！刚死了老公和刚死了老爸的两人在酒吧碰面，互相身边都跟了个男人，这画面怎么看怎么怪异。 尤其是叫嚣的乔然，看着我俩的目光就跟看着负心人似的，也不知道是谁负他负得更狠。不用我动手，徐梦婷出面就把乔然解决了。他被保镖赶出去时，连嘴巴都是被捂住的。徐梦婷轻蔑地看着我身边的言默，先是找了个鸭子，后又找了个穷光蛋。周家大小姐就这点眼光吗？我扫了眼他身边的清秀少年，后妈的眼光好啊，来来回回就喜欢鸭子。 专一，你，他想发怒又忍住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别忘了你爸的遗嘱里有要求，必须要你结婚才能继承你的那部分遗产。”我点点头，我知道啊。徐梦婷嗤笑：“难不成你要跟这种人结婚？”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眼言默，身高腿长，长相帅气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徐梦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半晌，她阴阳怪气地笑了。 后天宣读你爸的遗产，希望你敢带这个男人出现。等他走后，我转头无奈地对言默摊手：“你看，坏事了吧？”言默皱眉，看我的目光就跟看智障似的。你以为是在过家家吗？周笑笑，别跟我开玩笑。我拽着他的手，努力挤出几滴眼泪。言默揉了揉眉心：“你会来的，对吧？”言默，我不会。你会。言默甩开我，往前走。 看背影，气冲冲的走到门口，又扭头，半是生气，半是无奈，还不走吗？我笑嘻嘻的跟上。我知道，我赌对了。阔别半年，我又一次回到我爸的公司。颜墨穿着笔挺的西装，面无表情的站在我身侧。俗话说，人靠衣装，颜墨这么一打扮，当真有几分霸道总裁那位。管家把我们迎到会议室，除了我和颜墨。 徐梦婷以及公司一众高层都严阵以待，看见我们出现，徐梦婷阴阳怪气地笑出了声：“大小姐，你旁边的男人是谁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关你什么事？高层的脸色难看几分。今天要宣读董事长的遗嘱，外人不便到场。我哦了声：“你说他是外人，就是外人。我告诉你，他是内人，是名正言顺的自己人。”所有人脸色都不大好看。 但谁敢有意见呢？我才是大小姐。我爸生前就已经立好遗嘱，除了他的律师团队，没有人知道。不过，身为时常吹枕头风的徐梦婷，却知道一点皮毛，但也仅仅是皮毛。听见律师宣读我爸将名下所有财产全部留给他的后人时，徐梦婷脸上的笑容终于绷不住了。她神情扭曲地站起来：“怎么可能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他合法的妻子。” 他的财产，我凭什么一分都没有？律师早有准备，嗤之以鼻。董事长若是没有立遗嘱，按照法律，你自然可以分得遗产；但既然有遗嘱，那一切只能按照遗嘱行事。我爸死了，他自然没有顾虑，一口一个这个老东西的，面容扭曲的，足足骂了十分钟，看得我和颜默简直叹为观止。也不知道是徐梦婷骂累了，还是他终于想明白，他一屁股坐下，喝了口水。 最后冷笑了声，问律师：“既然是留给后人，那么老东西的孩子是不是都能分到遗产？”律师点点头。徐梦婷笑了：“也好，没给我留，但是我号有也行。”徐梦婷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爸在防备他，就跟防着贼一样。所以对于我爸的遗产没给他留一分，他早有心理准备。但是那个老东西一定没想到我还有号，哈、啊、哈，枉费他日夜防着我。 徐梦婷的算盘打得我在阴曹地府的爹都能听见，但是我支着下巴，等他笑完后，笑盈盈地问道：“你确定你那个号能分到我爸的遗产吗？”徐梦婷恶狠狠地看着我，遗嘱里不是白纸黑字的写着吗？是啊，我说，语气平静，可遗产是留给后人，而你家浩儿可不是我爸的儿子。这话产生的效果比刚才我带颜默出席时引起的反应还大。 就连在来之前被我嘱咐，等会儿你只管绷着脸装高冷就行，别给多余的表情的言默也不禁看了徐梦婷一眼。他深有一种嗅到了大家族秘密的震惊，以及等会儿不会被杀人灭口的紧张。眼看效果达到了，我给管家递了个眼色，他十分上道地把亲子鉴定往桌子上一扔，几个律师拿起来仔仔细细的看。我在旁边激情解说：如图所见，周浩不是我爸的儿子。 两人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这遗产你徐梦婷沾不了一点。等我说完，律师们也检查完了，确实如大小姐所说，亲子鉴定有效。徐梦婷脸上先是震惊，然后是惶恐，最后是破罐子破摔。她开始泼妇骂街：“周笑笑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居然敢算计我，你这贱！”我给早已准备就绪的保镖使了个眼色，给我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。 自觉参与了一场大家族斗争的保镖们十分兴奋，干劲十足。高层们被我唬得大气不敢出。徐梦婷真的疯了，被拖出去之前还咬了一口其中一名保镖。趁着对方吃痛松手，她大喊大叫：“周笑笑，你也不是周雄的女儿，你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？”管家慌了，赶紧把她拖出去。我却面无表情地抬起头：“等等，让他说完。”徐梦婷恶狠狠地看着我。 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周雄这个老东西，心眼子那么多，绝对没有想到他两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。”周笑笑，你还不知道的，你也是个野种。”他骂完了，觉得畅快，哈哈大笑：“遗产我得不到一分，你也别想得到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就带他去做亲子鉴定。”满是寂静。我并没有如徐梦婷所预料的那般露出震惊或是难以置信，我比他，比所有人想象的淡定许多。 徐梦婷皱起眉头，怎么？你不信？我终于开口了，我信啊！徐梦婷喘了口气，疑惑地问：“那你？”我无所谓的笑了笑，说：“我早就知道我不是周家的女儿，不然你以为半年前我为什么要离开周家？”虽然我说的轻描淡写，但这句话对其他人来说可谓是重磅炸弹。我不是周雄的亲生女儿，也就意味着他没有后人，那么遗嘱就不成立。那么。 所以遗嘱不成立。按照法律法规，周雄的遗产应该全部都是我的，因为我才是他合法的妻子。徐梦婷感觉自己黄雀在后，得意的笑了。我也笑了。我虽然不是周雄的女儿，但谁说周雄没有孩子了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徐梦婷早已将周雄调查的清清楚楚，他除了早死的前妻给他生过一个孩子，就没有其他孩子了。 我拍了拍颜末的肩膀，把一直向安纯努力降低存在感的男人推了出来。周雄的亲生儿子在这里。周家的医生团队动作很快，不过几个小时，他们就提取了颜末的 DNA，做了一份亲子鉴定。结果出来，他的确是周雄的儿子。无疑，徐梦婷经历了大起大落，落落落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落以后，已经叫嚣不起来了。他瘫在地上，喃喃自语。 怎么会？高层们也终于从这一层层的反专利回过神来，他们的脑子转不过来，深觉这个剧情连电视里都不敢这么演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很显然，颜默也很想知道。昨天他还是在工地上搬个砖都要看别人脸色的小透明，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为首富的儿子了呢？还是马上要继承亿万家产的那种？玄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我被万众期待。 轻咳一声，说：“事实上，五年前我就知道我不是周雄的孩子。他的确有个孩子，但却是个男孩，并且在很早的时候就走丢了。我不过是他应付外界的工具人而已。”言末难以消化，所以你半年前跟踪我。我点点头。半年前我离家出走，也是为了不惹人注意，暗中调查你。在你家附近的酒吧打工，这些都是周雄的主意。难怪。 难怪，徐梦婷癫狂地笑起来，两行泪水从她的眼中滚落。难怪周雄对我的出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只不过是利用我，让外界把注意力转移到我和浩身上去，好忽略你在暗中进行的那些小动作而已。最后知道真相的他，眼泪掉下来。徐梦婷最终被保镖拖走了，管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们打包赶出周家的别墅，然后恭迎真正的大少爷。 颜末回归，客厅里，颜末坐在价值两百万的真皮沙发上，犹有,有一种不真实感。前几天他的屁股坐的还是拼夕夕九块九包邮的塑料板凳。我在他旁边打包行李，在看见我把一个金丝帕子放进行李箱后，颜末终于忍无可忍：“周笑笑，你就不能不走吗？”我头也不抬地回他：“不能。”颜末看起来有些委屈。我刚回周家，什么都不懂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 就算你不是周家的大小姐，也可以做别的呀。你来做我的助理，怎么样？我继续扒拉行李，不怎么样。颜默起身，哐当一声把我的行李箱合上，有一种霸道总裁强势爱的既视感。给我一个你非走不可的理由。我坐在地上，跟他无声对峙。片刻后，我拽了他一把，坐。颜默听话的坐下。我用一种小学生交换秘密的语气，神神秘秘说。 五年前，我跟周雄大吵了一架。颜末皱眉，为什么？我说，因为我发现一个秘密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孩子，周雄单单收养我做工具人吗？颜末打量着我，难道不是因为你特别聪明？这话成功的取悦了我。我递给他一个小伙子瞒上道妈的眼神，然后拍了拍他的脑袋。当然不是了，聪明的小孩那么多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是因为周雄对我有愧。 怎么说？我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在工地上出了意外，究其原因是无良奸商用劣质水泥导致房子垮塌。颜墨瞪大眼睛，艰难的开口：“所以那个无良奸商，对，就是周雄。我也是五年前才得知这件事的。所以，颜墨，你是我仇人的儿子。”颜墨表情难堪，像是被我窥破什么隐秘的心思似的，他嗫嚅着嘴唇。 压着我行李箱的手慢慢松开，我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。所以言默，你喜欢我是没用的。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言默喜欢我的呢？或许是跟踪他的某天下起了雨，我看见转角处有一把雨伞；又或许是乔然对我说了难听的话，第二天就被人打得鼻青脸肿。他出现在墓地门口也不是意外。正如我这半年来一直默默的观察他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。 言默也在无声地守护我。两个身处泥沼里的人，努力向阳而生，但最终背道而驰。我收拾行李，登上飞机之前，言默来送我。他跑得气喘吁吁，拽住我的手说：“你不能走。”我有些无奈。言默，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，你强留不住我的。言默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，问我：“你不是周雄女儿的事是谁告诉你的？”管家。所以。 言默顿了顿，你父母是因为周家才出事这件事，也是管家告诉你的吗？我皱起眉头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言默深吸了一口气，拉着我的手往机场外面走。我们逆着人群走得很艰难，终于出了机场。言默神情严肃，我调查过二十年前的那起事故，并不是你说的那样。我的行李在他手里，现在想走也走不掉了，我只能抱着双臂。 靠在墙边，淡淡的看着他。管家给我看过周雄同意用劣质水泥的文件，签字盖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，总不能是假的吧？文件不能是假的，可如果问题出在那批水泥上呢？颜墨神情严肃的看着我，我皱着眉头细想，五年前我才十七岁，又被恨意冲昏头脑，其中很多细节的确没有深究。颜墨这么一说，我突然觉得怪异起来，难不成？ 管家有问题。自打我记事起，管家就跟在周雄身后，两人形影不离。管家是最了解周雄的人，要不是周雄隔三差五带女人回来，我都以为二老有什么不可言说的关系。言默摇了摇头，暂时不知道。笑笑，你先跟我回去。言默带着我回周家，这事很明显是在管家意料之外的。见我突然出现，他好像有点慌。我开门见山。 管家，你把五年前给我看的那份文件再拿出来一下。周小姐是不相信我，还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！做了周雄二十年的女儿，别的我没学到，这虚张声势的气势倒是跟周雄学了个实打实。管家咬了咬牙，看看言末，又看看我，为难道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文件早就不见了？我忍不住爆粗口，放屁！五年前你都能拿出来。 当时你都保存了十五年，现在才过去五年，你告诉我你弄丢了？管家脸色清白，我死死地盯着他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管家和蔼的神情慢慢褪去，半晌，他咬牙切齿的说道：“就差一步，只差一步。”说完，他狠狠地剜了一眼颜末。二十年前，周雄的确在水泥文件上签字，但是调包水泥的事却是管家干的。 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徐梦婷，所以她以此做威胁，管家成功让她嫁进了周家。但过去这么多年，加上周雄一死，徐梦婷的野心越发大起来，管家不得不借我的手除掉徐梦婷。而为了让我和周雄离心，又把水泥的事嫁祸到周雄身上。管家暗地里给周雄下了十几年的慢性毒药，在我离开后，更是肆无忌惮，干脆一剂猛药给他毒死了。 他甚至暗中找到颜末，想要通过他控制周家的财产。不过千算万算，他没算到颜末爱上我。如果他没有爱上我，他就不会想要留下我去调查二十年前的事，我也不会把真正离开的原因告诉颜末。我们很快报了警，管家被警察带走接受调查。我带着颜末再一次去祭拜了周雄。墓地里，颜末看着墓碑上周雄的照片，没什么表情。 我在旁边说，周雄不是个好父亲，但好在给你留了这么多财产，够你挥霍三辈子了。你说的对，他的确不是个好父亲。这么多年，我在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，从来没想过他就在我身边。言末声音低沉，似是叹气。我和他感同身受。虽然我的父母不是他害死的，虽然我恨错了他这么多年，但这些年在周家，于他而言，我也不过是个工具人。 所以，我对他也是没什么感情。出了墓地，我意料之外的看见了乔然，他神色憔悴，看见我后，急急忙忙走上前，笑笑：“我知道错了，我现在才发现我有多喜欢你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”我厌恶的看着他，但我还是有件事想问他：三个月前那个雨夜，在巷子里救了我的人是不是你？话一问出口，我心里就已经有了答案。乔然迷茫的反问我：“什么巷子？” 我缓缓地从他的手里抽出我的手，朝他微微一笑：“滚，周笑笑，你变了。你以前不是对我很好吗？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”乔然有些癫狂地质问我。他的手还没碰到我，就被颜末面无表情地扶开。乔然警惕地看着他：“你谁呀、啊？”颜末看向我，我微笑着拉过颜末的手：“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，周家的继承人。”回家的车上，颜末面不改色地问我。 周笑笑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我明知故问，笑吟吟的。什么话？颜默舌尖顶了顶腮，认真的看着我，做我女朋友？哦，我似笑非笑，我考虑一下。颜默顿了顿，说：“遗嘱上的附加条件你还记得吧？”记得。正如徐梦婷所说的，遗嘱要想成立，必须要继承人结婚才能继承所有家产，所以。 言默定定地看着我，眼神深邃，像是要把我卷进去似的。你嫁给我，我把财产分你一半，怎么样？这个嫁妆未免太丰厚了些。我忍着笑意，我再考虑考虑。言默委屈地扫了我一眼。车里的气氛陷入宁静。半晌，言默喊我周笑笑。我玩着手指，漫不经心的，嗯。言默拽过我的手，老子爱你。我惊讶地转头。 严墨的脸朝我压了过来，前座的司机默默地放下遮挡板。